哦，第一个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菜鸡。喂，就是喂，你好，就是你，我不知道是你因为是今天不在状态还是怎么样，就是你的表情实在是太不多变了，就是太一致了。嗯，表情。所以刚才那个演的时候，我说你叫你看看。嗯嗯嗯。他刚开始演的时候也是，就是跟僵尸一样的表情。现在好多吗？对啊。现在好多了。嗯，这是励志故事吗？嗯，其他的我觉得你都还可以，就动作什么的也没有太什么。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组老陶就是太激动。我觉得高平今天改了一点，挺好。第一幕。我感觉。就第一幕你没有那么激动。啊、哦，应该。哎，你们有看时间吗？我今天没看。我们应该比他们短，我第二部剧挺短。嗯。反正对，就是你自己要注意的。我知道李导也跟你讲过这件事情。嗯。然后往后就是皱眉头。嗯。其他人要给你。你们说说，你们演员说说吧。浩哥，你们那组就是我没有看过我们的，但是我觉得你们在那个就是背着那一幕的时候，就是你的头太低了。你是说我这么低头太低？那个低着头，所以那个春花那手摸上来的时候，其实看的不是特别清楚。然后你的那个表因为我头要是抬，我当时我们想是因为我抬高以后，我肩就会从被子上露出来，因为我比他俩都高，所以我就会主动就是缩着身子。但我缩着身子的时候，在低头的时候，他就可能就。这个我们回去可以再看一看。对，你们内部的那个效果，对，就那种效果没出来，就他摸你的。对，这主要原因在我，就是因为我可能就不是可能，就是比较我比较宽，然后那个我比他俩都高，所以我其实我自己身体是很难受的，我在窝在里面，我可能得调整调整，看看我们再排试一下，比如说我侧着身子呀或者什么，可能效果好一点。我觉得春花那个手可以。再过去点，就你们俩的半身可以。就是因为我比较宽嘛，我挡太多了，他很难。就是如果我这么正着站，他的手伸不过来嘛。那他如果站你斜前面呢？对啊，就是他就你们俩是这样站，重叠一点，然后他的手就可以了。好。因为他感觉现在手有点就。就是不自然，不像我的手，是这意思吗？就他伸的不够过去。嗯。我就先说我这里面写的是什么，就比如说你们改的台词的地方，像一开始老陶最开始说到饼的那一段的monologue，我觉得跟后面挺呼应的，就是我觉得你们的整体的这个前后呼应做得很好。还有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的老陶是不一样的两种风格，不一样的两种人物。我很喜欢你们像第一幕里面老陶其实是很早就知道他和春花，就是春花和袁老板之间的关系的。然后你的我可以看得出他其实包括春花在做回应给袁老板的时候，你老陶的回应是有点恨恨的那种。但是到打比方那一段的话，我觉得老陶比较好的地方是我觉得有一种很怂的感觉，但是又其实这个你这个老陶有一种很懦弱的感觉，在打比方那一段我觉得看得出来。还有就是我前面有问你，我说你的这个哆嗦是设计好的吗？就是尤其是在第二段你在做 monologue 时候，我看得出来你去上游，老陶去上游的时候是很害怕的，这跟他之后再说嘿嘿哟的时候是又不一样的。你的那一句不知道春花一个人在家怎么样，你的那个情绪很棒。
白衣女子一出来，我觉得跟春花完全是两个性格，我看的觉得非常明显，就是差别，包括袁老板出来的那个差别，从声音上来说和从表情上来说，其实都差的挺大的。我的表情指的是，我不知道你们对于表情有一些争执或一些问题，但我觉得至少从我的感觉，春花前一个春花的整体状态和那个白衣女子还是形成了一定对比的。你们放轻松那一句放轻松的确让我觉得很轻松，我写的 comment 就是放轻松的确很轻松。而且白衣男女在这一段当中，他们的声音跟前后两段比起来，听起来是比较柔的，不是很强硬的要 push 什么东西。第三段的开场的话，我觉得春花一开场的确是体现出了很苦的那种状态。袁老板醉酒的那个状态我觉得很自然很好，让我感觉就是袁老板喝醉酒，包括他说的那一段话，什么我有我的法子啊什么，我看得出袁老板他也有他逃避现实的那一面。而且在贯穿到后面跟春花进行对话的时候，你的醉酒的状态的那个表情什么还是挺持续的，不是一下就跳出来了，我觉得挺好的。以及老陶回来的那一下，就说我改变了，你也不抖了，表情也自然了，让我看出老陶的确是有改变的，而且差别很大。就是包括你们在聊天那一段，就是聊天吃饭工作那一段处理的时候，可以看出老陶在说的时候他可以坦然面对这个春花和袁老板之间这个出轨的关系。袁老板说锁在这里的那个表情我也很喜欢，那个表演很喜欢，这是我写下来的。我想到一个，就是你们在说吃饭工作那个地方，我觉得那个袁老板他的表情有点笑，就是没有很尴尬，但是有点像在笑，就是吃饭。那是故意做的。我也有啊，我觉得你们两个状态不是特别一样。那就是他没达到，就因为我们那个故意就是要用那个笑来缓释那个尴尬嘛，就是故意做出来的。哦，反正你们两个不太一样，我就不知道你们是要尴尬一点还是要笑一点。对，就是想要，你们笑的有点不够尴尬。就是想要那个笑那一点，就是目的。是我们笑的不够尴尬。就是感觉是有点开心。不是像尴尬，有点开心。可能我没有看清楚，你我理解你的意思。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比较明显的问题？嗯，对。还有就是，你说啊。我就觉得你们的动作有时候，有点收，有点收着，就像你踢他屁股那个，观众坐这么近，你没有用力踢他，就是看得很出来的，就你在收着。这个地方如果你就是要试一下，你就是应该要踢他。对啊，刚刚李显就蹦一下踢我屁股上了。对，但是我没收住。没有没有，我觉得很好，我一下就嘣一下突出来，就感觉到。对对，这个可以再大一点。其实可以踢，你别踢太重就行。就我觉得有一些走位也好，处理也好，在这里面就是带有很多很戏剧性、很喜剧性色彩的一些动作，包括老陶给小孩的那一段，你们是走过来走过去，为什么没有给着？是因为你说完那句话之后就马上背过来又走回来了。我觉得有一个在就类诸如此类的一些走位上的处理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力度的问题，就是你其他的可以是正常的力度，但是对于一些比较夸张的地方，我觉得力度可以再放出来一点，就可以处理的再干脆一点。什么意思？就比如说，我又记得好像蔡京他有一个走过来，好像转过去。这个就是你感觉你说完了话啊，我该转了，不是就转了啊？对，对，就是你没有那个情，就是你走过去和转回来这个情绪是突然断开的，你觉得啊，我应该转了。但我觉得他这么说过去，然后马上又转过来，就是有还是有点怕他那种，所以我就转过来，这个情绪应该是连贯的。对，但是我看你也有可能是你当时一下忘了，或者跟他的拍子不太对，你本来还没到转的时候，他正好凑在你面前。而且我觉得你转了之后要尽量往前走，就往前走一下。因为你不走的话，我送到你面前就顶在那个地方。因为我跟送袁老板的话，他是
很明显的，就我又送到袁老板面前，袁老板他整个人会闪开，他就一直往后面退。嗯。然后我送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只是转身，转身你就不动了，所以我就顶着，我就只能这样顶着，要给你的，就这种感觉就有点奇怪。嗯嗯嗯。对。好。我想问一下老陶，刚开始第一幕开酒瓶，一直是背影面对观众，是设计好的？嗯，对，就是他那个，对，他要走个走位，他跳那个，有那个，他跳到里面去，他就是要这样，对，就是要有一个性暗示，对，对，就是在，哦，这个我看懂了，是有那点，我就觉得是故意这样的，是这样安排的吗？技术性备台，这个，对，我们备台的，你觉得有没有很严重？有点，就是整体来说，你觉得有没有？整体你们备台其实没有很有问题的地方，因为看得出老陶那个备台就是。哦，我知道，就是其他的，就包括我们之前觉得，就是我和春花在两边躲的那个，嗯、怕那个距离。我的那个地方有，我自己觉得就是说，你们的情绪是，比如说话丢到你们这里，就是话到你们这里，你们才继续开始，如果害怕或者什么，如果不是在你们，如果是老陶开始讲话的话，你们的状态有点不是很持续。嗯，还有那个浩哥，你这个是在干嘛？躲吗？哦，对，挡住。但是他袖子不够长啊，就是。其实也不要很长，长就遮脸了嘛。我可以，这可以没意思。是吗？对，他就怕嘛，就挡着嘛。就像你打我的时候，我也有个这个动作呀。他是一直举在这，感觉像举了一把伞一样。但我是看得出来，我是看得出来，还是我就以为他是要就是有个袖子这样遮着。对，但是这个有一个 bug， 就是你今天是坐在那边的，他们今天是我今天演的时候，他们演的时候我坐在这儿。哦。坐在那边跟你啊，但是这个问题我之前说过，我觉得他们就是太挤了，太挤在那儿了，就是观众有可能会看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我觉得我反而一开始我写的好的一个 comment 是说他们用了很多那一块的地方。我一开始因为我前两次我们排的时候我一直坐在这里看，所以我会觉得我的是不是走位让他们都集中在非常这里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他们有意把舞台整个拉开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拉得太开了，就是太远了。你是说我们从这调度到那边变得太远了，还是说我们在的时候和老陶的距离太远？老陶的距离，就你们稍微再往这边走一点。就刚才你说的那个，刚才你说那个，其实是我就是刻意啊，就是想的，就是说第一次就是老陶上来以后，我们认为他是死人的时候，我们是一直都害怕，那个情绪我没有断过。但是后面知道老陶是神经病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害怕，因为他知道是活人嘛。只有因为老陶他在那边就自己在那儿就是跟观众交流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会觉得放松一些。然后他突然转身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才是害怕，这是我刻意处理的。就像具体忘了是对哪一段的地方，对不起，我具体忘了是在哪一段处理，但是有你觉得是在这边的还是在这边的？还是在那里。哦，那应该是我们没有，那就是应该那时候我们就是没有演好，就那边的话是不应该断的，因为他是始终都觉得他是一个死人，那个时候我不认为他是应该会断的。嗯。对。还有时候你们。经常三个人如果比较集中的话，你们会挡到对方的。对，就是有一个特别明显，就是你说话走到我俩前面去了，就是我们俩在那躲的时候，你有一句话都走到我俩前面去了。然后还有一次是在这个第二幕中间转身的时候，我们仨也挤在一起了。嗯，对，就是他们两个如果一定要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谭浩你就别离他们俩太近，那有点看着就有点怪，就感觉整个台都在那边，你要不然就站住。对，其实你只要稍微转身和扭头，身体的角度是指向我们的，观众就能知道你是在跟我们说话，不需要一定人走到那个地方去。OK， 对，对，我们那个走的那个还是走的，因为没有走过太多。对，这个可能对下周三四。我觉得今天最好能你一会儿有事儿可以把这些东西贴上，直接地上就能不能贴上白的东西，贴上一个透明的胶带。行，因为我们想对多走一走。反正我觉得今天不是你们最好的状态，你们还忘词了。嗯，对不起，忘了好多次。哦，那没什么。你们都已经那么多次了，还忘了好多次，你们得有多长？对，别的呢？哦，我其实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我们今天也有个这个技术性的小问题。嗯。
就是春花在那儿，第三幕春花在那儿说那个就是大概是打断了袁老板说话，然后回去拿什么香灰的那段。嗯，就是就我们经常有这种，就没有什么原因，不是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春花就转回去了，然后这个动作就其实和前面你说什么状态，他是那个地方我们想的是我在烧一个什么，然后他说他就说哎你还在烧那个什么，然后我一下转过来我说我烧那个什么，难道不是那个，他不是，是我说那个，我说好了我知道了，都他要说我们都知道了，为什么还要你春花，然后后面那一段，然后我说的是他说要说哎呀为什么要重复呢，然后呢你我们就是我们嘛，干嘛还非要你我，而且那个你也过来的太早了，我还没说完。不，你刚才说你这次说是成你春花我，你要直接说你我。没事，但是我说错了，你不能就不管我了呀？你因为我说错了，你更应该等我了。我等你就不对了，我应该就是直接。你们是说那个太突然了吗？还是你是说哪个是春花起身去拿香炉的原因吗？对，我就说我就不是他起身到那边转悠了一会儿。对，但是就是那个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转回去转悠拿这个香灰？就是他因为他在前面说那一话的时候，他就已经很烦躁。那个时候他已经站在那边，当时我们设计过这个。对，前面说我是他过去的时候，但是他已经过去的时候是勾着腰，是他在找什么蟑螂那种感觉。不是，我不是找，我是一下，对，我是一下被我惊到了，就是那个状态，就是我不是腿就踩在了那个椅子上吗？就是我说啊，我就不应该有这么一个。要么就是说反正就是因为他就是在我们他有两次打断我嘛，第一次是说我们就是我们不说，第一次就是干嘛还要你春花，他不是抱走了一次嘛，就抱走完了以后他就没有再回来嘛，他就有一个情绪他就在那儿，然后我等到我说第二遍的时候，对对对，他是因为烦躁再回来的。对，好吧，但我觉得就是像刚才你演的时候就是有点，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就勾着身子就过去，感觉他在找东西，找地上找什么蟑螂那种感觉，然后过去就拿着过来。他是在抽搐，对，但你不要勾得太下去了，感觉好像你在找地上的什么东西一样，反正我在这边看起来行。那你觉得我这边情绪应该是怎么样的才不会那么奇怪？就我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好像我们处理的时候也没有处理，所以我就没有要，但没有，你们别去想办法处理它，就是我感觉你比如说你在这儿第一个很烦躁，然后如果我又在说的时候，然后你在这边就如果还持续那个很烦躁那个状态能够演出来，然后过去拿着再往像之前就往上再推一下是可以。我们在演的时候本来有这段，张导给我们建议就是说那时候春花就假已经是完全忍受不了，光丢那个东西光吓他已经不行了，还要找一个威力更大的东西，所以说一直在找东西，找到后面。你们的意思是我要再就是我的情绪不能是颓而且是烦躁的那种？不能这么样子建议他们，因为他们有他们。我就说就是任何的表演和什么都是由一个你自己的情绪作为支撑的，就是他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很烦躁，然后你就四处找，想找一个可以让我闭嘴的东西，然后你看到那个走过去，所以那你每个动作都是有这个节奏在这儿，然后找到了，然后就赶紧拿过来要弄我。就是说你们要给你们的下一个动作找到一个理由，其实是情绪的理由，就是为什么他是选择要去丢香灰也好，他要去干嘛？就是如果说你们能够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去解释这一些动作的改变或者是走位的改变的话，那就是 OK 的。我觉得其实可能这一张。对，反正我是对你们可以再回去思考。我想知道，就是老唐，你这个人物是怎么定位的？你人物分析的时候。我在定位上。啊。哎，我定位不是就是比较怂啊，比较。也不能是这样子。不是，你这个问题是，就是你是个什么样性格的人？整体上，我是觉得是一个是比较怂，但我觉得我们可能有一个点的是说，我操，这个问题很宽，对，要宽泛一下怎么解释？就是一个，就是对于春花的这种行为，他是当然是很不爽。但是他也有在袁老板面前又是低人一等，然后他又没有办法理直气壮跟他们说，所以每当遇到袁老板想发火也无法发出来，然后只有又低声下气的说那种，就是这种比较怂的这种感觉。然后他最后就出去
啊，去桃花源了。然后完了，他回来之后的话，这种情绪就属于是说，他还有怀抱着这种对现实，还有一种怀念，不是怀念，就是始终牵挂着这个现实的东西，然后想要再来去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就是最后他这个最后的现实这一点幻想要最后被破灭了。对，我们至少我现在我们可能对这个人是这么想，反正可能大家。对，就人物设定我也不完全。对，我就想听听看，就是你分析的，就是我想跟我看到的你的那个我对你的理解和你自己分析的那个你的是不是 match， 就是这样的。match。我就觉得他前两幕我觉得演得挺好的，然后第三幕一上来的给我的感觉就是，第三幕你看了吗？我第三幕没有，第二没有。一开始他上来我看了，就是因为他后来我就感觉这个老陶他。就是在没有经过桃花源的感觉，就反差不是那么大，也不是反差吧，就是他好像特别像一个屌丝翻身的感觉，就是好像说他就练成了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很得意然后很高，就是感觉就是桃花源给了他什么，我感就是我不知道你给了你什么让你就是你，其实我觉得你最后，我觉得你们特别让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最后你处理的那个，就是你们最后处理那个让我特别好，我特别喜欢你最后处理那个东西。我每次看最后，我都会觉得就是很能有往下再想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能之所以给我这感觉，是因为你演出来的，就是你在桃花源里得到一个你对这个世界的这种看法，特别是他俩对你的那种反应嘛，就是说你神经病赶紧走嘛，然后你有那种反应，我觉得就你已经就是你的这个人物的境界已经跟之前不同了，就是我觉得你已经就是升级了，你知道吗？但是你当你一出现给我的感觉的时候，就特别像屌丝翻身的感觉，我回来了，我又可以那啥了。对，但我特别好像我们的处理不，好像至少我对这我们当时至少我自己感觉不是觉得去了桃花源他就升了一级，我倾向于对我倾向于是认为他。我倾向于首先我倾向于不存在桃花源，然后他只是出去在一种自己的那种幻想的内容当中度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是在这种幻想的过程当中，他那种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就是自己的麻醉或者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就自己那种有点精神分裂的那种方式，让自己逐渐的恢复到活在了自己的那个幻想当中，然后当他再回，然后他幻想虽然是一直活在幻想当中，但是那种幻想一直是植根于他的现实，他的现实就是要希望能够和春花在一块，希望和春花一块聚到一个好的一个美好的地方去生活，所以他回来还是带，所以第三幕我想的情绪就是他回来他的目的就真的是想要把春花带走，他其实就是对，他就把他经历的那种幻想式的东西就理解成他自己的现实，然后觉得春花也可以去跟他走现实，所以他就是有带很强的目的性而来，所以他才在最后说发现其实他回来发现以为的美好的现实其实都是非常的混乱的狼藉的破碎的，所以他就非常的绝望，最后是一种非常绝望，所以他还是就孑然一身的走。所以我所以我在就觉得这个人物去了桃花源并不是升了级，我有一种感觉，对，我是这种感觉，是你回来的时候有点太过于那个啥了，有点兴奋，有点高兴，太兴奋了。对，不像是经历过幻想的这种感觉，就是很真实，因为你的兴奋特别的真实，就特别实实在在的那样的一个人，就给我的感觉特别真实的那种，就是你说的那个回来了把你带走，包括你形容桃花源的那种感觉就非常的真实，让我感觉特别的真的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才会问你是不是经历桃花源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过，但是你又觉得你没有经历过，但是你形容的很非常实，就是我真的非常能感觉到，而且特别是你在第二幕在桃花源里那些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就是你能看到这些东西，你能看到那个洞，你能看到那个山，然后你能看到水，你能听到声音，你能闻到，然后你走进去你去拔草，然后你去跳，指导的好，对，真的是，这是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会让我相信了你已经在桃花源了，你懂了吧，所以当你第三幕再出来就是你会觉得好像跟桃花源没关系的时候，就会让我觉得有这种心理的期待的落差，就会觉得想睡觉，然后一睡落差就发现还是个屌丝本身，对对对，那因为你形容的太真实了，你一上来那个高兴太高兴了，然后你一上来那种都太真实了。OK， 这神道的神道的
对，而我就建议李想，就是可以把那个喝酒那个再演的再好一点。就是那个，我一直他说他没醉过酒。对，我觉得一直拿捏不好那个喝醉酒。你是不是没有醉过？来，你教一下他这个。我其实当时千杯不倒了。来，还是这个跟我是演的真他妈好。真的，我也觉得你这个醉酒演的特别像是喝醉了。知道吧？我当时你一出来，我就跟他说：“操，对对，我们俩喝这酒。”赞同这一点，你那个醉酒演的真他妈好，我刚忘了说了，你知道吧？没有，就我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演的再好，我觉得你能演得到，真的。就是我一直很难，就是把握。他很难把握那个。就因为你的那个，我觉得那个语气有点。其实你灌醉的时候吧，我觉得反而演不到你。你去体现那个微醺的那个状态，其实你应该还是能感受到的。像我，因为我只能拿我自己的那个经验来。对，你可以先喝。喝多了以后我就高兴，对吧？但是我说话也不会说什么。嗯、那就还没到微醺的那个状态。微醺是有一点不太，就是你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的肢体不太受控制的那个状态。你应该先喝几种啤酒混着喝，然后再喝几个哨子。是这样，对，因为如果就是说你还是高兴的话，那还是兴奋那个状态，你还要再多一点点，就是他有点身体有些什么东西啊不太受控，他嘴知道你在说什么，然后我可以回你什么，脑袋很清醒，但是身体的对都不太控制的那种感觉。明白，我明白你的。我当时我一看，我说操，你妈演的真他妈好。我觉得那个我有时候也把握不好，因为我自己喝酒也不但你今天那。今天我真好，反正我看起来一出来，我他们说，我操，你真的就是喝醉，就是这样。你觉得蔡京扔的尿布扔怎么样？他第二次惊得非常兴奋，对，扔出去就看起来特别不像。因为我每次都大笑的，你知道吗？我每次看不到蔡京扔，但我好期待我能看一眼蔡京扔尿布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你的手就不给点劲儿，就这样啪？你看他扔的，我操！他上次扔飞了很用劲的时候，就在他面前，突然从。王浩的头顶上飞过去了，你知道吗？就离我这么近。对，不是，可是我这次挺用力的。没有，你看起来就像是这样了一下。你像那个丢手绢是吧？讨厌那样子，啪的一下丢他脸上，然后后面还说：“哎呀，好疼！”你知道吗？特别疼。我也 get 不到那个疼，关键是我也没有办法。行，我下次就抽。这什么呀？这不要扔了，一把这什么玩意儿？你扔的时候用你要这样，手腕真用手腕撑着。对你不是你看他扔的，我操，真他妈狠，真他妈疼，我跟你讲。好的，好的，多扔几次。你可能是太喜欢你王浩哥哥，我太喜欢。扔的是那个劲儿，倒要我觉得，我全。你说，我觉得说嘛，先想说理想，就是我觉得。理想有时候的语气助词，能颤音同音太多了，就有一点点很吵杂。我说过，就是，我觉得醉酒那一段他没做好，就是你觉得醉酒就是弄很多红音，但可能就是并没有。然后后面其实有很多你很害怕的那个时候，有些颤音太多，就让我觉得很燥，就听起来感觉你说话就。这断断续续的，我觉得可能你可以找更好的办法表达，但是不要太多喉音的那个语气词。然后第一个就是听，就是你不是听到笛声找春花吗？我就不知道那个老陶你是看到他的人然后想走近再看他呢，还是你先听到那个声音然后再去找他。因为我看到他们是听到声音之后他就在听那个声音从哪里然后绕到后面找到春花，但是我看你是，然后再绕回去。哦、对，我当时是说我听到他那个方向嘛，所以我从那个地方看着，看怎么可能？可能就是你的那个表，不是，是因为你人听到的时候没法那么快判断他从哪边出来的，不太可能。就是我现在听到一个声音，我也不可能很快判断是从右还是左，还是要有一个确认的过程。这个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嗯，对。嗯，然后第二点就是，您老婆偷人，然后您有三次说别提我老婆。我觉得他们组做的好，就是三次的变化比较明显。就我刚感觉你，其实你声音很累了。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你生气或者是你气愤的时候，你的声音并不是要嘶声力竭，就是你声音就三次说别提我老婆都太高频率，就都这样的语气，就感觉变化不是很大。然后我觉得你可以再想一想怎么去，就像我们之前说，你的声音可以。OK， 三次可以。在那块儿，你们其实处理的挺好的。我觉得我今天跟大家说呢，我不知道他就是你处理那个武林那块儿，我觉得处理的非常好。就是那个话其实很无聊，就武林嘛，就武林嘛，就武林嘛。
对，我觉得你的那个动作，包括自己的动作，然后包括你对那个武林你想象到那个东西，然后你去描述，对，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你是真的是很想再说武林，但说到那你是说不下去了。对。但是我们他其实我今天跟他说的就是，他就是武林嘛，武林就没有了。对。就其实那个地方是隐藏了很多很多信息在里头的，就是你所有不好的回忆全在你想说武林的什么中，你想跟他讲那个武林，但是你一讲到那你就想到很不好的东西，你就停住了。嗯。所以我觉得那块演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嗯嗯。好的我就不说了，因为我们之前排不好意思打断你，不好意思，没关系没关系，我就说一些我的想法。他那我觉得他那老陶整理的很多，可能节整体上是另一方面，但他每一段的那种他很用力，真的很用力，但是用力不是说我把劲儿就用在染上了，但是他看得出来他那个真体的张力，就是那个我们的祖先，然后他不是理想上去了吗？我就看你是旁边这样站着的，你只是站着的时候就感觉他们是有这样跟上去，就是感觉你们两个距离差，我觉得他们大了，我觉得你们画面感就是他说我们的祖先，然后你可以这样跟上去走，然后动一下躲跟上去再上下，对，我觉得我们这一块可以，但是你们不要一直刚刚说你是说第二幕的那个吗？就是你懂他们那个男女之间那个，你说我们的祖先对，就第二，哎，我有跟上去，然后我还转了一下头，他有时候有的呀。他可能刚刚说没有，有可能。我觉得我们对我刚记得是，我们可以，你站在那儿。这样子，我觉得你可以近一点，跟他对两个人。你是说你们两个人，就是说我们哪个第二幕还是？就他说。我们的祖先，你们什么时候来？我们一直在这儿。你们那个第二幕那个，我们觉得你们第一幕那个处理的特别好。就第一幕你说我们的祖先的那个，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动作，然后张开合上，然后春花的表情，然后什么时候该陶醉，什么时候该让你走，什么时候他跟你靠近，什么时候离开，我觉得都非常好。就整个舞台都感觉你们都用上了那种，不像我们俩就拘在一起。嗯。然后而且我们俩因为聚在一起，所以我说的话很多都非常难受，因为我做不开那个动作，我动作没做完，话已经说完了。那我觉得他们走位特别好，就你们的调度。但我觉得我们走位没有你们对，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我们走位还挺酷，就是走位，我们第二幕，特别是第二幕，其实我是觉得第二幕我们走位没有啊。我觉得你们有个走位特别好，就是那个把那个老陶弄走的那个走位，他不小心走到你们中间，然后左边走不出，右边走不出，然后被你们夹住啊，拖住。就这个走位，我觉得哪个走位？就是我故意，我说我不饿，然后一个转身转到你们两个中间。对对对对对，那个走位我觉得特别巧，我当时觉得。对，接着说，接着说，我还想听一听。嗯，就是你有两句说放轻松，放轻松嘛。就是我觉得放轻松应该是放轻松，就是柔一点，但是你声音很大，放轻松，放轻松。我是有这个想法，我怕声音太小就听不见。但是他那个拉的好长，我就对那个我也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之前第二幕我为了改我的声音嘛，就是我的声音要改成就是。放轻松，这个其实挺难的，你得用这个地方发音才能把声音提起来，要不然你用嗓门发音你很容易就中了。我之前是对你们对对你们组的有的就声音有的时候小，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声音小，我们也有这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就是声音，我们声音挺大，就有的时候就是老陶有几次我们俩的听，就是你的说话声音我们听不到，就是还是应该注意，不是说整体，不是说整体，我觉得老陶声音他是很有几老汉有时候声音比他妈太冲了，冲是冲，就是声音有，就是还要注意。他的声音是很细的，就是高频声音比较细，它不够浑厚。高频嘛，高频的声音哦，对，高频调。哎，然后接着说。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们组啊？嗯，第二幕的时候，你的状态就很不稳定，一会儿就是一会儿是仙儿的，一会儿又变袁老板。而且他那袁老板还挺逗的，没错，袁老板切莫就跟被捅了钉一样。哎，我那个是专门设计的。是啊，我知道你是专门设计的呀。祖先是专门设定的。对呀，我是说那一段，我知道你是专门设定的呀。但是别的时候也是，就有，我现在已经忘了细节，但是就我觉得你怎么突然又变成袁老板？那我再去。然后我觉得他们是说了三个放轻松，然后我们只说两个，然后你还说那么快。就你根本没有时间给他放松，对，你们可以再多说一点，多说一点，我就可以慢慢做。高明，你能从现在开始讲话声音全部都放低。他不是低，他是频高，我觉得是。他是频高，他是太高了，我头都大了。
不是，他真的是尖锐。我觉得其实声音他还好，就是太尖了，他的那个高音太。见了之后很有问题，我真的。他很燥，听。你刚才里面提到最大的，一直在说，就是我觉得我们大家起势都起得太高了，之后就没有往上堆的可能性了。就所有的三步都是很高很高很高，就很平，就完就不是说。啊，我懂，就是。放下来说。但是他也有放下来说的时候，但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尖的，给我的感觉。有一个整体上有一个差别，三幕我觉得跟一幕的状态是一样的。这个我觉得，这个主要我觉得应该是怪老陶，因为老陶话是最多的。对，老陶其实老陶很重要，你是带节奏的。老陶很重要，你一开始的时候调是什么就定了一个基调。对，可能这就是我第三幕感觉那么高，也就是因为这个。大家每次讲完都很累，我看出你们每次都很累。对，我觉得就很。老陶很辛苦的，他买他尤其第二幕很辛苦的，前面那个包括第一幕那个杂技表演也是，对，真的是很辛苦。杂技表演怎么是我们武术表演？我他妈第一动作的第一幕他妈的顺序他妈还搞错了，我操！哦，整体上来说的话，就是他们组今天比较好一点是他们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他们 take time， 就是他们有些感情。对，就是让他沉淀，就是让观众去理解。就这个问题，就是今天你昨天还是要好一点，但是还是就是不够。就我不是说叫你停个一两秒，你就觉得就可以了，就只是你一定要觉得那个感情已经是可以转换了。你要给观众一个时间，你自己觉得你停了一两秒，但观众还在上一个阶段。我觉得他们组就是在那个老头第二幕刚出来，在那个桃花源看的，我觉得那特别好，感觉你真的就是在那儿看了，你用了时间就看了那个桃花啊，然后听了水啊。我们老桃就太匆忙，赶着去打鱼，赶着去打鱼，就我们的赶紧上打鱼走，没有那么轻松的那个表情。还有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刘老板提的问题很好，对你自己说，你到底怎么幸福？对，啊。这个问题请放下，这个问题很好，你需要自己找一个问题，然后你在手机里面转。哦，有一个问题，最后一幕，五个人换衣服的时间要多久？太久的话，整个就没有掉，所以你们换衣服，一是，我还没试过换衣服，5分钟吧。不，上到台上，你知道，如果说是短的间隔里面换衣服的短的间隙，如果换一个场景，又是暗灯的情况下，8秒以外，观众就没有兴趣看了。我没有，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就有需要在最后要加一个 intermission 或者是什么，就是要短，太短了 intermission。但是，所以我就要想要怎样能够快的中间要换，不然的话按太久了，然后再上来就效果就没有了。第二幕就是个，不是，我是说回到从白衣女子就。桃花源之后回到春花，再回到那个上面的话，不需要再吗？2分钟吧，2分钟。休息5分钟的。或者说你有没有一个最多多长时间呢？如果不加那个中间休息，一分钟。我也觉得一分钟。一分钟我觉得差不多吧。因为主要是春花，你知道，就是像老陶和我呀，我们都是可以慢慢的。还有我呢，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袁老板和老陶和袁老板和老陶嘛，对吧？可是我们组我也不太容易穿衣服。啊，我们其实可以不急着上，还有先说什么。那段时间你们两个可以换衣服。对，春花是比较大问题，他要那个时候但是白衣女子的白衣的衣服和你最后一幕的那个破烂的衣服中间，包括你那个你那个好像那个铁道什么游击队的那个太帅了，太短了，而且也。八路军，对呀、啊，像你妈。太帅气了，下面还有别的，我裤子。但是那裤子的话，它上面也太短了。那都是杨白劳的衣服。这样做重，而且你的那个补丁好像还很 fashion 的感觉，就是在那些很关键。就是被磨难出来的嘛，然后变得特别正，知道吧？对啊。民国需要革命，要间谍戏。就好，对，反正跟画风不太符，我觉得。上面是有个五星红旗啊，我印象中。有吗？那还是不是一样？你也塞盲了，我都感觉好像有个什么五星的那种。是，我那个扣子就扣起来，然后我这样。
你有没有记忆我们组的什么问题？嗯，我觉得你们组的演挺棒的，真的。那就挑挑一下，挑一下。然后或者就是，我觉得你啊，你当时你倒着你的头发会怎么样吗？对，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了吗？我遮住了，因为你老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对吧？对你观众，因为你观众在这么上看，你就老是就这个角度，就他，因为他是这样子，都这样子看，这样看，你看他表情变化，其实你是有的，但是你就感觉会遮住。哎，又黑。没有，你化妆就好了。我知道了，我到时候头发应该会盘起来。对，你可能要露脸多，因为本来场子大，我们要看着表情变化的话，就不要头太低。嗯，好的，好的。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的情绪。我觉得我是说你的状态就是。我操你妈，禽兽！你是广州人吗？我吗？嗯，你还是深圳人。怎么越打越？差不多，因为你的那个有点香港的那边的，对，就是郭富城是吗？对，特别搞笑。郭富城口音是吧？哎，这个我喜欢。越小啊！哎，对对对，你要有看，你是。你们俩其实也应该跟他们交流交流，你也觉得他们有什么好或不好的，你们也说说看，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的嘛。还是这个问题。对对对，导演。运气那一块。让他俩也评评他们，他俩都没说呢。哦，对不起。对，让你俩对你也说说嘛，你们觉得他怎么哪好哪不好，听听他们的怎么想的嘛。我觉得评其实挺重要的。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有一块倒地的那个完全就看不见，我们演倒地那块你们也看不见是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那个场地没有办法。那倒在那儿后面的，倒在那儿死了那里是吗？就是我们死，其实那个还好，之前有一个倒地，把它丢下去那段。哎，对，丢下那块我觉得处理的挺爽的。不是，能看得挺好的，说错，挺爽。你也想来丢一次？丢啥？能看得到？看得到？那个感觉能到，因为他的人是整个不动的栽下去的。哎，我也觉得那个挺不错的，我觉得哪个会被遮住，就把它给丢一下就丢下去了。他在那儿摆完以后，手一松，对，你们就，我觉得你们动作设计特别多，我觉得特别好。对，包括你那个之前，他最开始一上来还有一个就是吃饼的，包括他倒搓地的那个，包括他逮蟑螂的那个，都挺好的。嗯，对，我觉得你们老头就是。感觉你能充分的利用了一些空间，就是把那个空间都充分利用。杂技演员嘛，有这个特点。对，就是从能那种跟。就是从动作到声音全部都太饱满，太充。对，我就觉得你那个挺饱满。动作非。动作要懂得收。效果你可以这样说，但是你的声音和你的表演，就是有的时候不够了。动作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你的动作都不是说在那白做呢，就是说好像我要给你们来一段，但我觉得都是你那个不是说为了做而做，就是说你那个动作感觉还是很就是很有张力的那种动作，对，就感觉就你就反正就充分的利用那个空间嘛，整个调度是很好的。像我的话就有时候比如说像我什么说什么啊，做什么，就是说，比如说，就坐在那个地方，就跟那个，就坐在那儿不动了。对，就坐在那，我就坐在那边，跟春花在那边瞎鸡巴讲。对你的话，然后还能注意素质。哦，我说我自己，我不是说别人。你看你这口头禅，演着演着，突然就来了一个，春花，你别瞎鸡巴讲。哎，就是，不过就是有，就我当时好像有一个是在那个什么。好像是在后知后觉的如就好像是在你坐下石头的那个时候，就是你当时不是坐到石头上嘛，然后就突然都想到春花了嘛，对，然后就可能那个好像应该就是刚刚入主可能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当时你一坐下说就不知道春花一个人在家怎么样了，然后对，然后当时哎，然后我刚准备想。就是都是老头嘛，虽然说我们风格不同，但是我敢想尝试去感受那个。我刚准备尝试的去体验一下那种，然后突然间就就很快，你就紧接着说他不可能一个人在家。对对，就感觉当时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衔接的有点快。那。我建议啊，就是你如果你想给多点小的感觉的时候，就我感觉你跟那个观众挨靠菜，他们的动作时间比较短，一个人都应该是有很多扫。那个感觉，因为我有时候看着你的眼，这个绝对是怪导演。你应该看远一点点，因为这个东西你必须导演看的时候，他觉得需要什么，他在原地配个 note， 然后你再去调。我今天是咱导演吃的是脑还是比较靠上面，把还是比较找群的方式。反正我给你看吧。OK， 沟通。喵。对我们确实是。每次他就是一排完，然后就先是把脸黑下来，然后就开始骂。然后骂的关键是那些东西你也要说出个大具体的事儿，他就是骂的。没有，我们还有副导演呢。你
你们每次都骂吗？王副，王副导演，我们也有副导演，对，是吧？我今天早上，今天你们，我前面还在跟陆说，我说他说的挺好的，就是，我跟他们说过一样的事儿，就是为什么要偷你老婆？因为我老婆偷人。那一段三个春花逼要逼的就是要叠起来逼他才会下意识的说出来，因为我老婆偷人，不然很容易，就是如果说一没有，就是一时间差长了之后，或者是没有这个叠起来之后，会非常刻意的看出你自己的那一句是没有理由说出来的，对，就逼不出来嘛。我今天是逼的，我看出来了，逼的特别好，但是他们的效果更好一点。我也觉得，我觉得你们的效果，他们的效果就是却更，然后而且春花还没有丢掉，就是桃花源里的春花，就这个很重要，就是你逼多了很容易说话就说成了现实中的人。嗯，对，我后面就是说最后句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到了我加快了一点，然后就我觉得是这个逼是因为白衣女子她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完全不同的一个人物，她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她是很好奇，所以他们还有一句什么叫偷人，对他们有，对，对他们有一句说什么叫偷人，帮助这个外面来的人，所以他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是一个，因为他不知道他有那么多不可以触碰的词汇，所以他只是很单纯的想问，我觉得他们那个，哎，对，你们家那个蚂蚁和那个草是怎么回事？谢谢你，我觉得那个地方也是原剧本，原剧本有啊，原不演，对，我觉得剧本里有，他们那个水，原剧本里面都有啊，就水、蚂蚁和草都有，剧本里有，是有啊，我们玩基本上全照原剧本，就是加工作那一段是他们自己提出来要再加进去，是看你们比较演的比较好啊，原来是这样，对，因为我自己我没有看。咱们偷一点，因为我是觉得其实加完了以后，即使当时观众可能就演到没有感觉到是桃花源，但你加那些很神经病的词儿以后特别像桃花源，什么水，谢谢你，我记得当时很喜欢袁老板说那句话，诶，他是不是胖了，他超喜欢你说那句话，对，那个蚂蚁是不是胖了，对吧，这个真的很棒，这个对，我觉得那个是真挺好的，对，我们得好好向你们学一学那个动作方面。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酒瓶，我也看春花一开始没有打开，就我也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一直很怕，就是要把消一下，就你要打那个酒瓶的初始状态，你自己设置一下，就是说到有道理，出场的时候你自己设置一个你能拔开的。我刚刚是有点手太滑。其实我应该是一下就能打开，因为那个是我自己盖上去的。你们这时候也是加音效对吧？对，加一个拔开的音效，但是因为要卡很好，所以说一定要保证春花每次都能打开。你说你出场的时候调吗？这不可是吧？因为第一次碰酒瓶了，第一次碰酒瓶，我摆上之前，对，你拿走之前，你先让它盖上。对，我们之前试过这么来做，就他之前他是摆的就那种很松的。就很松之前我们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对我不好演，我怕我万一就我要演那个动作的时候万一没操作好是吧，一演我靠那真的出来了，那我怎么演呢，就我就之前就那个太松了。所以一个技巧就是你不要去碰那个酒塞，你就碰那个外面，人家老逃出的，对啊，对，我一直就是把外面，但是因为有时候你太松的话，有时候手心出汗你碰到那个木塞的话，有时候会粘住一下，天哪，有可能汗里有糖啊，有可能会，就真的有可能，你试一下你拿个是稍微黏一点点嘛，那是吧 ？Oh my god！ 就可能会碰一下，会碰一下什么的，就怕你误操作出来了，我靠，就不知道怎么圆了，你知道吗？这不知道怎么往下演了。对，而且老陶那个时候，我觉得他那个照顾酒瓶照顾的特别好，他那个酒在那儿，对，一直护着，然后他一直关心着那个酒，我觉得感觉特别好。哦，你们刚刚有一个地方酒瓶忘记关上了，对，是我忘记关，常年忘记关，常年忘关，但是没记得过。对，我这还演戏前还看你妈哈哈呢，还在那还在哈哈呢。我就迟迟的关注着，有没有关？我操，真是的，我跟你说，那个地方忘关了，对。他的最大两个牛逼，一个就是关酒瓶，一个就是扔我的脸，就这俩基本失败的概率极高。对，我是觉得为什么你那个第一次没有关上，然后因为你一不关上，你老陶就没法。如果他没关，你就不要再去看酒瓶了，你就看酒杯，你说就看呗，你还再看一眼酒瓶，那人是人看酒瓶，他还不给自己倒，还在那儿，这很奇怪。就我就想这先。就是先表现出来那种，因为我。